OK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。等一下。OK，那。OK，对啊，来做这个，那一样是2022的圣诞坐骑机甲，圣诞机甲，苍什么苍龙，圣诞憨羊机甲，做做看这个，先把这个拿掉。250年坐骑跟这一两年出的坐骑应该性能都差不多了，就只是造型有差。哦，OK，干啊，我直接被遮住了，呵呵呵，长这样，太憨了吧，呵呵。憨了，这里这样，呵呵，好憨了，长这样长这样，就是长这样，这是应该是最近长这样，这是 这礼拜这个月出的吧？巨啄犀鸟机甲。所谓，呵呵，就长这样，我蛮喜欢的。好了，那假如我把这个造型脱掉，怎么样？哦，就长这样，好吧，变长这样。好，就传上去，不玩。看一下打怪长怎样。哇，这什么招？等下，把这个脱掉，这什么打怪法？丢毛球啊，这个，呵呵呵，超好笑，这样打的，攻击超好笑，丢毛球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好可爱，丢毛球。打看，再打一些怪。哼哼，哎，超好笑的。看他们正面，哦，正面长这样，背面呢？好了，就长这样。那来采集看看好不好？我要采集长这样。不，劳动力，劳动力。采看这些手续，变这样。那这个长这样。哦，就长这样。住不过，呵呵呵，超好笑的。
钓鱼浪，呵呵，钓鱼真的很好笑。啊，这个人干嘛一直绕圈圈啊？你是有什么问题？钓鱼长这样，或这样，或这样，这样可以。丢毛球，挡住。OK， 懂了懂了。嘿嘿，就长这样。OK， 好了，我没有真的在妹子玩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